有啲嘢你不懂啦，你。你一個人打啊，我最長體大。你話我啲艇大佢啦。打本吧。
咋不呢？小兵啊，你那个又到了，是啊。这边有吗？对呀。啊，帮那个带马子下，多呢，带一箱马子下。好。好的，好的，要我给你赏一下风吗？啊。不要不要，人工呼吸，要人工呼吸。啊，不然叫出去叫小兵给你。阿明，给你扫一下阿林嘛。哎，爸，你个带妈子的，你看啊，你带场地进去看看，你坐下来坐。啊，你进去一下，球拍走走，进去 OK。我们死完了。我们也让我经验。如果没办法做单了，就是我们的岗位，所以你开就一定要开后面点，不要开中间。他发完都会做到一死的，因为他这上面你都发了，肯定发了。对，所以我们开头就拉那里，就是拉到这边，我们的优势。在哪里比较少，哪里啊？又不管我们打了，中所谓中场，对不对？他可能会出手，因为他在哪里就给他哪里了，给他打到也正经，要尽量叫给人家输了，他不也没关系。我们开小球给那里，反正还有自己输。你干嘛的？他们就靠一前一后嘛，因为我们你可以站后面，我就好打。对对对，嗯，我们的优势是靠这样子，那他你都不敢去后面嘛。对啊，哎呀，我是给你开后面点，开后面点，明白吗？这个还是这样子打的。很多人还没有输。对。
换你进来一个。我要换你进来。光明哥。哦。你老婆进来。
刚勒没有？打出去看看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
那你打几场了？你还有谁没打？你知道吗？六月跟就剩他们了，是吧？你出去把那个小梅换进来。口罩。口罩跟电话啊。
里我抓去抓吧。Yeah.
Then I walk over here. Then. Thank you.
换头，换头。我的冬季在发抖，现在你可以退休退休了咯，我这都打打打乒乓了，我跟大熊猫。输一个了，输一个，输一个，总共七场。
是你家那边的墙，那是我的板的墙啊，我已经掰开了。你也是墙啊。Thank you.
做生意。
在里面啊，我进来。我们机场大厦。快点。
啊，他们知道。